好，再看第五题，这是两个相乘的微分。啊，很简单，EX 微分是不变啊，exponential 微分不变，然后这个照抄，在 EX 照抄，natural log 微分是 x 分之一。啊，这就是答案，你可以把 EX 提出来，或者这样就是答案。